现在目前为止，新北市因为已经发布陆上台风警报，是一级开设。我们会随着整个台风的走向以及它的强度还有雨量，随时来做好准备。我们晚一点会做好充分的讨论以后，再跟所有的市民朋友来宣布到底明天要不要上班上课。鼻头国小跟共寮国中的校方回报，目前因为校区的风雨渐强哦，那学校的学区范围比较大，而且希望学生尽早能够先安全回到家里，因此依照我们天然灾害停止上班及上课的作业办法，宣布今天下午停班停课。